00后吗？我要买你们的东西。你要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卖货的？姑娘，我们不是卖货的。我已经非常的满意。你非常满意自己的长相了是吧？我也觉得你的长相特别特别的好，看这眉毛是眉毛，眼睛是眼睛。哇，睫毛好长，跟跟明天。天哪，这个皮肤吹弹可破。但是我觉得缺一支口红。对，你缺一支口红。看他一看就是从来没有化过妆的样子。对，我从来没有化，天生自带妆容。对，但有人就差一支口红。对。但我们真的不是卖货的，我们两个，但是不巧，我们今天这里有口红，有好多口红，你知道吧？你是不是第一次化妆？对，我第一次化妆，那可以给你推荐一个，推荐一个适合第一次化妆又温柔的颜色，清新又温柔的颜色是，哇，好多啊，八种，非常漂亮，哎，这。108号 Ash Rose 108号，种清新的玫瑰色，哇，清新的，很适合您今天的这个小裙子。哇哦，哇，好有气质，涂上去之后更年轻了，10后吧。真的好开心，10后，好开心，我跟您今天的这个自带的腮红也很配呢。对，是的，但是呢，一个女人一生当中不可能只有一支口红，来，我给你摸一下手相。你人生当中还会遇到另外7支口红，我们这里正好有7支。你知道人生有好多第一次，比如说刚，对，比如说之后我们算过，你之后要还会去面试，对，对，你面试如果不涂口红啊，你就是面试不过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涂了我们推荐给你的另外7支口红，你马上就能进那个什么什么女团来着 ，Seven Senses 是吧？什么女团啊？对，那个很红很火的女团是吧？那个我们现在正在算命吗？对啊，不，就只是给你摸一下手相。哇，对，但是呢，你就是你的人生当中不只有那种快乐的时候，你还会有转折。就是呢，你会有一个男友，然后那个男友呢把你甩了，和别的女人结婚了。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粗眼药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找回你的，找回你的爱情，你就需要致命的红色。我们先给你排练一下啊，先给你预演一下你的人生。哇哦，音波。哇哦，哇哦 ，so beautiful， so beautiful， 所以你要买吗？我，你买的耳环也很配，对啊，你看这个包装，你看你这样还可以把它当手包哎，你还可以照镜子来看一下这个啊，漂亮吗？这个可以当镜子，哇，可以当镜子，还可以当手包，非常时尚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对 ，OK。现在呢，我们是2支，然后带一个镜子，就是一个套装。对，今天正好巧了，限定的那些还有一点点，还有吗？还哦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，赶紧买张，姑娘。是，快没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来，好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收下吧。啊，收下。那个支付宝、微信都可以。啊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哇。